哈喽宝宝们，我又来拆榴莲盲盒了，今天看着还可以哈，看看有多少肉。我忘戴手套了，来吧，一这好手大劲儿，一半儿，两半儿，真他妈扎手啊！三半儿，这也是吗？四半儿。五半儿，最后一半儿，哎，这些肉还挺大。哎呀，就搁这吧，太扎去了。看看啊，这是一共这些，花了102块钱。今天又涨价了，22.8块一的。这个值吗？很想吃。就是肉没有那个像那个大，我感觉这个肉有点五味儿，好像熟透了。1000一个榴莲，太奢侈了。